髋关节手术后的头三个月内，穿袜时要使用穿袜助手，膝关节手术后穿袜助手也十分有用。将袜子套到穿袜助手上，袜根部应该在有弧度的底部，袜口进入凹陷处一寸。手握着袋子，将穿袜助手放到地板上，慢慢地将脚伸入袜子里，直到脚趾碰到袜子头。这时拉动袋子，穿袜助手滑出，袜子便穿到了脚上。脱袜子时，从脚跟后插入长柄斜拨即可。